Hello， 大家，桑白的热度不停歇，又来了四双不同的配色，夏天真的太爱彩色啦。首先呢是这双蓝白配色，也是最近真的很火的配色之一。这双的麂皮表面呢，它的绒感呢会更加强一点，鞋里面呢会有这样厚厚的鞋垫，脚感呢是非常舒服的，而且鞋里的做工也是很整齐、很工整的。鞋底呢是这种胶底的，抓地力很强，日常啊上学、上班、步行穿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这双呢就是你穿的比较淡的时候，搭配它呢就会有很清新的感觉。下面一双呢是棕色配色的，这个棕色呢就像一杯意大利浓缩咖啡的颜色，后跟呢这里还加了点粉色，它的鞋里面呢是皮质的，这个皮的质感是很好的。这款鞋里面的鞋垫呢也是很舒服啊，走起路来的脚感是很轻便的。这款鞋的鞋底呢对比其他的三双呢会更加的轻一点啊，当然其他三双也很轻。这双棕色呢真的很适合复古一点的穿搭，非常完美。这个绿色真的太让人惊艳了啊，它是两种不同色度的绿色拼接的。这双呢同样也是麂皮材质的啊，这几款鞋呢都是麂皮，它上手触摸的感觉真的非常的舒服啊，做工也不在话下，还原度、舒适度真的都做得特别的好。鞋垫呢和鞋后跟这里都是这个西瓜红的颜色，这两个颜色搭配在一起真的非常的亮眼，这双呢和棕色搭配在一起真的很有复古的那味儿。最后呢这双粉蓝配色的，它是一双厚底版本的，这个多层鞋底叠加的效果真的做得特别的好啊，它虽然鞋底厚，但是走起路来的脚感还是很轻便的。这双麂皮的绒面它就会短一点，它的缝线啊做工没有任何的瑕疵，后跟这里呢还是有一部分是皮面的材质，其他的配置呢几乎跟前面几双是一样的啊，但它的鞋码是会偏大一点的。这四双1688版本的做工方面、质感方面都会更加的好一点，是非常还原原版的了。以上就是本次1688桑巴的购物体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